家福是曾家世袭的管家，也是曾家老太的干孙子。原本平静的生活，全因为与孙子文婷不亲的曾泰脱口而出一句话：如果他没有孙子，就会把曾家托付给家福，而产生了变化。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，家福的妻子爱芳想尽办法离间曾家祖孙俩，谁知搞到最后，曾泰还是将曾家所有财产留给文婷。不甘心的爱芳更是逼迫家福与他联手杀人夺产。然而自以为一切抵定的他们，却浑然不知枉死的文婷已伴随着冰凉的海水悄悄回来了。不是金，都无遮冷啊！唉，就是安尼，食了就是无路用。阿孙呢？发生这个代志哦，我是在替你感觉真惋惜啦。
也毋过，既然你的继承人已经死啊，嘛是爱请你节哀，赶紧搁另外找一个继承人啊。我知影哦，即马爱你为着这件代志咧操烦，介毋好啦。也毋过，即马张家干阿剩你一个呢，咱毋惊一万，只惊万一啦。我是建议你吼，较早来移除改改啊。陈老夫人啊，你敢有想过要带恁家交代予谁啊？陈家都无后事啊，财产没有上，不是拢同款。这边哪会同款呢？你爱想看卖呢？恁陈家的财产是恁祖先来偷偷捡起来的，你唔得爱找一个信得过的人交代予伊，还唔敢对得起恁家的祖先。我知影吼，你可能感觉我伤过家暴啦。也毋过，我是徛喺朋友的立场，诚心希望恁张家的事业会当好好发展落去啦。你看，你即摆年岁嘛有我啦，毋得好好考虑，把事业交到少年呢，安尼你家己嘛会当好好休困啊。啊，那假使你有啥物问题，甲随时通知我，无要紧啦吼。麻烦你咧。讲啥物麻烦？咱拢实在遮尔久啊，免讲麻烦啦。啊，无你先休息啦，我先来啊吼。好，顺起啊，顺起啊。叔啊，啊，这个钱吼，麻烦你先收起来啦。你这是？啊，咱大家拢是巧巧人，废话我都不爱跟伊讲啦。这吼只是先给你的一点仔小意思，啊，以后要给你的，这个家绝对袂减啦。只要你替阮翁成功接管张家的财产，无第二句话，张家的总财产，你绝对有一声通分。高太太，阿奶阿奶，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。那呢，都拜托你啊。请王秘书来过尔，安尼即马阁向阮叫伊过来啊。哎呀，你点点啊，大阿妈吼，伊安尼做一定有伊的主意啦。啊，咱做事随时插什么嘴啦？吼，阿妈。阿芳啊，阿芳，进去遐坐。啊，是。阿芳啊。阿嬤阿張家所有一切哦，要來交代給你。哈？阿嬤，咱也還講到這啦。我是驚啦，這也無趁這陣講予清楚。等一天阿嬤進京去啊，張家吼会乱吵吵。哎呦，阿嬤，你哪会向我要讲这款歹格调的话啦？什么去唔去？
嘛无想要安尼。啊，不过自从文婷阿过身了啊，阿妈身体一天一天直直歹，我怎嘛嘛，啊，搁忘记哦，有人要掠我。啊，什么人要来掠你啊？我迄个办事，可能是落个较矮的款，掠唔到人，去掠到文婷啊，才坐倒转来吼。要抓我去逃命，阿嬤，你一定想讲吼，我安尼乌白想啦。从今开始哦，我无要乱想啊。我吼，哎呀，这张家所有一切。交代给我这个阿孙呢，阿福啊，阿妈阵阿去吼，都无啥物遗憾啊。你吼，爱我的高中的有听无？明明是死去的文婷回来看阿妈，看不见鬼魂的曾泰，却凭借着一丝诡谲不适的感觉，认定自己。命将旦夕，当然文婷的猝死才是让他无心再继续下去的最大主因。看开一切后，曾泰便决定将曾家全权交托给家福，希望他能继续让曾家产业蓬勃发展。怪，那有臭臭味啊！嗯，这味敢是为我辛苦发出来呢，敢会买啥问题哈？你今日过买新货哦？是啊，你看这衫好水无？啊，真啊真啊，阿红啊，真有气质吼！我今日抱我内面的钱吼，拢已经打底啊啦！你看你逐天买，你安呐？我用的吼是张家的公款啦。啥货啊？你讲你用的是公款哦？这哪有啥要紧啊？当维修都已经立好啊呢，只要迄个老查某吼一顿开，咱下面吼都一笔，咱一世人讲开不完的钱啊呢。哎呦，你看啦，这的衫啦吼，啊，佮这的物件啦，你讲定在穿定在用啦，你哪会当安尼讨债哈？我看你开钱吼，我就足心虚的啦。吼，你真正是去食命呢？咱即卖的身份是佮较早无共啊呢？你家想看卖啊，讲唔免偌久吼，你就是嫁老爷，我就是嫁夫人。啊，但我即马就是以后的生活，敢有啥唔对？些心皮啥？我心虚唔是这個啦，我心虚就是另外一件代志啦。你到即马吼，你搁在遐尼啊开心自在啦，敢当作啥物代志无发生呢？嗯，敢有发生过啥物代志？你，也搁有啥物代志？那是文婷的代志啊。我有当阵哦，还会做噩梦哦，梦到文婷哦，爬上来徛伫咱头前找咱讨命呢。哎呦，拜托诶，咱文婷是死伫海呢，啊，你是心虚啥啦？文婷明明就是咱两个人。拜托你莫有白讲话哦，咱只不过是甲用分去等咧海，啊，无亲像甲杀死啊。迄哪有啥物无共？当然嘛无共，迄是家己死伫海，可能啥地带啦。安尼想是毋是较无压力啦？你吼真奇怪咧，啊，进前吼在安大迄个老查某，头壳都真巧，啊，嘴真甜，哪会即马呢？愈来愈袂晓变巧哈。嘿，你安尼讲吼，明明就是自欺欺人啦。嗯，若是我都把家己的生活用了较好，家己骗家己有啥要紧啦？
好啊，来公仔，来，你看，这条内裤带吼是我叫委托行的头家特别为我拣的呢。以后因为认真内裤带，不要来买珠宝、买新衫啦。啊，对，啊，搁明仔载下晡吼，你不要来看新车，所以那台老爷车我想要换掉啊啦。啊，啊，搁我搁。虽然还没有正式继承曾家，不过对爱芳而言，遗嘱上的白纸黑字早已等同抵定，于是他花钱花得也极其爽快。只是人算永远不比天算，他怎么也没算到另一个意外的状况。这个意外的状况就是曾泰。说也奇怪，从改立了遗嘱之后，曾泰的身体反而渐渐变好了，或许是因为打从心底放下一切的释怀。这阵子曾泰一天比一天有元气，甚至变得比以前更有活力。想当然尔，这样的发展对爱芳而言可是一点儿也不开心了。想你说那老杂婆要插小，那永远要插小啦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，阿嬷就说她现在身体是越来越好了啦，因为她没事记住，就是要把之前的照片都拿出来看啦，所以要看看最近的照片是处理得怎样，不然给我什么意见啦。哎呦，怎么没事无一个母亲出来啦，观察我们打一半的人还会跳出来说要插小哦，是要怎样啦？哎呦，你看啦，那之前就叫你别不开钱，你就是不听啦，现在是要怎样？无法度啊啦！我看吼，咱甲阿妈自首啦。希望即摆阿妈吼，袂记甲血压也悬啦。袂用个啦，绝对袂用将小朋友去看。啊，若无咱阮死个啦。嗯，那有遮尔啊严重啦？啊，家家吼，我著甲阿妈讲啦，讲伊只是受了诱拐吼，毋才乱开钱，佫会即摆冤枉咱啊。代志无遐尼简单呐。嘿，你讲即句话啥物意思啊？我。你是安怎啦？我已经请大叔啊，从中山路迄五间店铺改到我的名啦。啊，啥货啊？哎呦，我咧卡位啊！我你是无代志找代志做是无啦？咱物件早办拢是咱的，你是安遐尔着急着要过户啦？还是要啥啦？改到我的名，你看嘛爽啊！而且安尼嘛较有安全感嘛，安全感干你的头啦！哦，这下是要安怎啦？我真正唔知要怎甲阿妈解释啊啦！是要甲解释啥啦？我日死就是卖互伊看到笑话啊！嘿，你去想看卖啊！万一若是互伊知影讲所有代志拢是我大主大意，啊伊若一生气，将要互咱的财产拢收回去，啊是要安怎哈？哎，我若再知影如此，何必当初啦？啊，你是念煞袂啦？好啊，无你去自首，去坦白啦！啊，毋过甲你警告。把你财产就真正是去互收回去，你还陪我啦？我哪有法度？无法度就静静听我的啦。啊，那安尼哦，你到底想要安怎啦？我只会想到办法，你卖吵啦。反正吼，办法未想到进前吼，电影要拖就拖啦，绝对袂让伊看到笑话啦。这个死老查某，明明都剩一口气啊，那不赶紧死死的啦？爱疯啊！啊！你嘛规日干吼，啊开嘴合嘴，就酒煞茫死啦！啊，加留一寡口德啦。咱两个是双手剥着花的人呢，加一只应得的，较袂到时阵吼，有钱无命开啦。你较拜托的，你敢明仔卖一日干唔将文婷迄件代志挂伫个嘴哈？你是惊人唔知影你太过人了？反正吼，人拢是爱死的啦，早死晚死尔，你就当作伊提早死安尼就好啊。我落应该卡笑。我这无参与，你现在无人性嘞，迄嘛是一条人命嘞。你。嘴有蚊子哟！嘿，你怎遐尔粗鲁啦？还流血安尼？哎呀！大虎，我想到一个真好的办法安尼，这个方法哦，唔但会让迄个老查某无看笑话，而且佫会让咱提早接管咱家的财产。真也是假呀？什么办法？啊，人若死。唔着，啥物拢看无啊！这老查某若死，咱家都提早变作是咱的啊！你讲，这办法是毋是真好啊？袂呢啦，
咱明仔日做面接。我应该信，好啊。那你起来自首啊，讲是我乌白开因张家的财产，而且搁给因张家为个损害事。啊，搁有啦，你这个客损是共犯。唉，真久哦，无甲恁翁仔某做伙食早顿啊。是啊。迄嘛无法度啊！啊，阿嬷，你前一阵仔人都无爽快，大部分的时间拢捂伫咧房间的啊。来啦，阿嬷，食早起啦。你来就好。阿芳啊，你手啥烫着了？不是啦，应该是皮肤过敏啦。疤口口嘛有呢。好啊，有啊。是啊。有可能哦，是阮房间收过垃圾啦。啊，有当中哦，搁闻到臭臊味哦。哎，你讲我才小可注意着，小可臭臊臭臊就对啊。真是的呢。哎，讲到这个味哦，不是阮房间发出来，是阮两个身躯顶啊。闲坐了，闲坐了，我手就疼了。阿美婆，你这位是电脑，是不是挂人的物件啊？阿婆，我哪会老火啦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卖啦，好去膏药啊啦，阿福啊，去先我去膏药啊，先做你看一下皮肤啦，安尼拖落吼，嘛不是办法。好了。我知影。恁两个某吼，真容易共款嘞。我先开一粒药膏吼，互恁等伊打啦。啊，恁两天后吼，还要当下诊。啊，我看恁的相处较好啦。是讲医生啊，啊，这是啥物情形啊？是安怎？阮规个伙仔吼，敢阮翁仔某会安尼呢？系啊。应该吼，是恁个房间内底吼有一种会引起感染的杀菌啦，把恁个皮肤吼先去感染着，唔才变到安尼。医生啊，啊这若好，敢会留疤哈？哦，这我嘛不确定啦，以后你先去等伊打啦，两天后吼再佫讲啦。惊着吼，唔才专门拢讲出来。你等下，愈来愈无胆好无？我真正早要互你气死。是拢爱风啊，你敢拢袂烦恼啊？我是咧想啦，咱个身躯顶这吼，那怪镜头，那不是过敏，是问题，等下找咱报仇，咱是要安怎啊？好啊，那你讲我听，伊若真正是要找咱报仇，伊啥物仔直接甲咱刣死，要伫遐安尼变鬼变怪哈？我要哪会知影啦？无得靠，无得靠，是文婷拄仔变作鬼啊！迄力量较无够啦。我听你放屁啦！
你吼，乌白听到乌白信啦，我看吼，根本就是迄个医生是一个两公西啦。你吼，莫这么无胆好不？一点仔代志就伫遐疑神疑鬼，早晚互你家己惊死啦！是安怎啦？有搁有啥物话要讲啊？遐？无啦无啦，你药啊请好也袂啦，会当休困啊。是搁安怎啦？面床敢若怪怪的，黏黏稠稠。哎，还搁臭棉花的，你别看。哎呀！嘿，搁冰冰呢。你拄仔是吃到啥物物件了？我无啊。啊！明成，你哪海草啦？阿雄啊，毋是我爱讲啦，你无讲明成你出现海海草，是足恐怖代志呢。哎呀，啥恐怖啥啦？想嘛知影是人在甲咱创治。哎呦，上无代无志要甲咱创治啦。阿雄啊！我唔知影伊吼，看咱得到怎家的财产，伊在目空吃啦。你今日拢嘛伫咧我脚车边后咧甲我认，我拢有看到，我知早的啦。啊好啊好啊，紧的啦，你枕头拢拆拆，棉被摕来洗洗啦。我差要死，是要安怎困啊？好啦，较紧的啦。哎，好啦。常言道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白天思虑不忘的事情，到晚上就有可能梦到相关的事物。开心的事是如此，难过的事是如此，心里有鬼的事更是如此。一句老话，平日不做亏心事，夜半敲门心不惊。很明显的，现在的家福就是犯了这个禁忌了。他既做了亏心事，半夜又惊慌的比谁都厉害。究竟他所看到的景象是因为心虚所幻想出来的幻觉，还是真有鬼事呢？精彩的桥段才正要开始。人心的挣扎永远是最不稳定的变数。创啥啦？现在三更半夜，你来跟我讲的话无？
拢是海菜类啦。啊，这海带，这海带汤，啊，恁敢无介意食是？哦，不是啦。啊，是讲今仔早起哪会穿海菜哈？我叫吼阿美也穿的啦。吼，这海带啦，吼这紫菜汤啦，吼啊这拢爱食。迄是陈医师交代，讲我加食一寡只，迄落较袂悬啦，血嘛较会清。啊，恁哦，当作讲陪我这个老伙仔吼，保养身体啦。来，吃吃吃，紧吃紧吃，哎呀哎呀，紧吃。啊，汤哦是遮尔清甜啦，一点仔臭臊味都无哦。啊，恁来个白白饭安尼啊，硬菜，来来，吃吃吃，恁去挂汤。啊！你这两个阿公某哪会这好笑啦？迄林汤林这香的出来，会去砸掉啦！慢慢啊，你唔通去假掉，去砸掉落海。袂调啦！你看，遐尔侪奇怪怪的代志发生后，你敢阁会当继续当做无代志啊？我就已经……你是安怎哈？我拜托你，你较有当当的好无？你知影无？拄则你阿妈伫阿妈面头前将代志讲出来呢？我惊啊！哎呀妈！我都强要惊到要死啊啦！一开始哦，咱两个身躯顶哦，三不五时拢有怪镜头啦，拢有迄臭臊味发出来，过来咧。咱面床顶哦，搁有迄黏黏黏的海草，即摆愈咸啦。咱啉一仔汤尔，一直咧吐迄鳞片，是尔一恐怖的代志发生。你敢搁会当讲，这毋是文婷要倒来找咱报仇了？不是不是不是啦！我甲你讲，咱身躯顶个有臭臊味，迄是咱皮肤病发出来啦。啊，若面床顶迄海草，迄是人咧甲咱创治。啊，若讲着今仔啉的汤有遐尼侪迄鳞片，迄是阿美婆啊洗海草的时阵无将海草洗清气啦。太疯啊！所有奇怪的代志。拢是你疑神疑鬼，想东想西想出来啦！你心内有鬼，连带我压力也真大，你知影无？咱两人的病吼，有一半是心理因素，是让咱家己吓惊出来啦。当没搞完，这件代志袂用再拖落啊！你有想要创啥啦？咱硬下手，将所有代志做一个了断，了后咱就离开家，重新开始。
妈去世啊！啊，嘛看到咱两个面，死头，咱死甲真歹看呢。好，说出来。你卖了搞地气哦！俺朋友拢走的，是要怎精神啦？赶紧来休息，所有代志结束以后，咱就是咱的。声声过过，叫阿妈客吗？你为什么身骨这样强，都要带伊？不是，哼！你讲，你安尼做，敢对会去家己良心？是目睭看到啊，唔是安尼幻想啊，不一定啊，真正当个是咱报仇啊啦！太好嘞，太好，拄只无对我转来。你什么时阵走来这啦？啊，你遐创啊？我甲你讲啊，我拄只好看到。是要找恁报仇，也不过我袂目睭紧紧，看恁嘛甲我阿妈害死。文婷，家豪，我知你本事袂歹，毋是歹人，我劝你也是赶紧自首，莫阁甲这个查某人继续撮落去。这个查某人，伊根本就无资格做人。
我一定去自首的，请你帮我阿嬷算啦。我以后袂阁做歹代志啊，你也拢唔敢啦。我拜托你，我相信你，你千万莫袂跟你讲过话。是文婷啦，这一切哦，拢是文婷做的啦。伊讲哦，伊想要保护阿妈。是啊，文婷伊倒来啊，刚才是嘞，啊刷落来嘞。那个什么刷落来啦？咱拄只哦，差一点哦无命嘞。你拄只，我尔恐怖的，你提刀哦，为你的手哦，一刀一刀安尼割呢。你去割你家己的吧，我看到哦，心脏要停去啊嘞。那你即马嘞，伊死伤啊无太烂啊。我答应讲哦，我要去自首啦，伊唔才放咱煞啦。自首？我感觉做唔到代志哦，原本就要接受制裁啦。啊，我讲伊坐监哦，嘛我一世人哦，过了这种惊吓的生活啦。大姐，你是讲你答应文婷要自首以后，伊就走啊？对啊，伊讲哦，伊根本就无想要报仇啦，伊是要保护阿妈的啦。哎呀，你是要创啥？我差一步，我差一步，咱就加三万块啦！我才唔同意即马就放弃嘞！你唔是讲伊只鬼走，那恁恁即马就去甲迄个老查某抬死，一切就结束。哎呀妈，你是来气啥？我无气啥，我气啥？哎呀妈，差出来一步尔，我唔同意他咧放弃，走，啥都袂来做动诶，走！恁娘，我袂当你错再错，咱来去自首啦！走，卖怪我，你走啊！爱芳直到死前一刻还执着的贪念，着实给了家福一记震撼的打击。这对原本还称得上幸福快乐的夫妻，在曾家结合，也在曾家收场。不过人世间的欲望并没有因为故事结束而画下句点，只要贪欲不止，它将永远是一道考验人性的试炼。